李发兵心急独立，申立军是关键。丑闻有了，漂亮！谷爱凌也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完成这一动作的女选手。杨倩9.8环，杨倩赢了！好的，孙一文这样就一剑封喉，完美收官。陈雨昕和张佳琪一跳定乾坤，这个小姑娘不得了，这枚金牌张雨霏第一个到边。这里的冲刺区，最后两脚，我们赢了。漂亮，没有任何问题啊。中国体操队包揽金银牌，刘洋获得了吊环金牌，中国队赢了，这是中国自行车第二枚奥运金牌。这一刻我等了21年。上手，反拉，对杀，进攻，好球！这样樊振东是3-2，马龙正手发动，有了。